钻进去了，出来了。今天又来到我妹妹家了，看一看小太阳现在的变化。小家伙躲在里面了，这里面很暖和的，有20多度。几天没见，小家伙长大了，看来还是一只高趴的小凤梨。小家伙太可爱了，喜欢黏着人的手，身上的羽毛越展越丰满了。这羽毛都红到脖子了。太乖了。真乖。买了一个防烫的罩子，这样装上就不怕小鸟被烫到了。现在给它装一下，先把它套上去就可以了，这下就安全了。在它的主人手上更乖了。小太阳断奶挺快的，1个多月就断奶了。来，粘人了。钻进去了，这也太好玩了。出来了，到你的保温箱里了，出不来了。在里面过冬了，渴死了，越走越。全部进去了，拿不出来了。那你这个脚，这个脚，很无奈，都脱衣服了，总算拿出来了。哎呀，妈妈，你太能种了，长了不少羽管了。小家伙要睡觉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喜欢小动物的朋友可以关注我。